嗨，大家好，这是肥波，今天要给各位带来的是高雄三明区一日美食地图四选，分别是鸭肉盒、咔嚓罗马披萨以及上海生煎汤包，最后是 Hotbox 美食炉烤餐厅。好的，各位，那我们现在就直接开吃。好的，各位观众朋友，首先第一站来到的是位在三明市场附近开了超过70年的鸭肉盒，这是我来到高雄吃的第二碗鸭肉饭，跟第一天吃的那个鸭肉蒸走的那是完全不同的流派。他们家是带皮鸭肉切丁，再配上应该是自制的笋丝，感觉就是一碗很适合当早餐，相对比较清新的路线。那当然还要再来上一碗当归鸭面线，好像高雄这种当归鸭标配都是一整根大鸭腿，相当实惠。最后呢，就是一份50块的鸭肉切盘。好的，各位，那我们现在就直接开吃。那我们首先就来爬下它的阿坝本，感受一下。OK， 各位，目前只有两家，我内心的排行这一家更前面一点。鸭肉切丁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，吃起来相对方便舒服很多。然后呢，我们配上它的笋丝来爬一下，而且那种鸭油的香气超级足够。而且他们家的米饭应该是我这几年吃下来那种 Q 度跟湿润是最适中的，非常好爬的一碗鸭肉饭。可以看得出来它的鸭油呢都是透底的状态，但口感还是维持得很好。他们家这碗应该是我目前吃下来会有那种很想加点再爬一碗的冲动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该进攻它的当归鸭面线。我不晓得台北有没有这种就是一整根的鸭腿面线，不过高雄好像真的就是到处都是。 OK， 开啃。等一下，这口感有点软。OK， 各位观众，看到没有？刚才那个晃动，肉整个是有点脱离的状态，可能因为它是这熬煮炖煮的比较久吧，所以说吃起来是更加的软嫩软绵的，而且你吃得出来那种很浓郁中药当归的香气。我们再来一口。刚才这一口全都是鸭皮的部分，油香更加充足。好的，鸭腿 KO， 我们来试一下它的面线本体。不过这碗汤的重点绝对还是鸭腿本人呢。一个不小心，一筷子整球面切就消失了，吃起来就是很标准一般的面线了。不是说煮过头，还是带有一定的 Q 度的。那当然一样，吸收它中药当归的香气。好，那我们再来试一下它的鸭肉切盘，50块一份，一个人也可以点来吃。我今天点这三道用的应该都是不同的部位，鸭腿就是嫩中带绵，然后鸭肉饭切小丁入口就是那种 QQ 的，嚼个两三口就下去了。但我们的鸭肉切盘走的就是那种 Q 度更加明显，撸上他们家自己做的这种油糕，非常的够味好吃，口感很好。OK， 各位，总结言呢，我们今天的早餐鸭肉盒，目前来高雄吃到最喜欢的一碗鸭肉饭，推荐大家来到三明市场附近的时候来这边爬个一碗，而且笋丝非常好吃。 OK， 那我们现在就前往下一站。好的，各位观众，接着下一家我们要吃的是个人非常期待啊，算是在台湾相当少见的罗马式方形烤盘披萨专卖店，它叫做咔嚓披萨。哎，没有错，在台湾披萨店不是美式就是意式，专门卖这种罗马式方形烤盘的算是非常的少见。不过呢，必须小抱怨一下，今天这一组披萨得来不易，我早上在三明市场拍超级的热，拍完去拿披萨的时候突然下起暴雨啊。不过呢，现在洗完澡终于可以好好的享受一下我的披萨。那刚好今天是礼拜四啊，他们有推任选四种口味的小披萨，只要300块的活动，所以呢，我就挑了几款，光听名字就感觉不错吃的。首先呢，就是我最期待的明太子洋芋，它是先铺上这种薄切的马铃薯片，然后表层再淋上满满这种啊，有点像是日式居酒屋的那种明太子酱的感觉。然后再来这一盘呢，是黑松露蘑菇火腿口味，也是属于那种很稳的类型，而且闻起来真的就是火腿熏香，还有那种黑松露酱的香气。这两个算是比较创意，比较少见的口味啦，但是经典款还是必须试一下的。一个是玛格丽特，另外一个是熏鲑鱼。好的，各位，那我们现在就直接开吃。那我们首先就从它的明太子洋芋起手，感受一下。
第一个感觉就是，我虽然放掉有点冷掉，但口感其实还是蛮好的。底部烤的是有点这种微脆感，嚼起来是带有韧劲的，但最主要感觉还是被它上面满满的明太子酱给 carry， 咸中带甜的味道，个人就是很哈这一味。因为它是有先铺上这种马铃薯片嘛，所以是有两层的绵密感，明太子酱的绵，马铃薯的绵，然后再配上带有 Q 劲的面包底部。好的，那我们再来下一个蘑菇松露火腿口味，他们家都是走一个颜值挺高的路线。相较前一碗明太子呢，这个的味道就更加的丰富，有火腿的熏香，然后那种黑松露浓郁的味道。好的，那我们下一个是它的经典熏鲑鱼口味。熏鲑鱼本身的口感，它是真的绵密，不过那种熏香啊，跟那种经典的番茄酱搭配在一起，算是这种经典搭配就是好吃的口味。好的，那我们最后就处理它的经典玛格丽特口味。相对于我之前拍意式披萨特辑吃到的玛格丽特，这个确实稍微弱了一点，吃起来就是这种番茄酱的酸香嘛，起司的咸，还有上面罗勒的清香。以玛格丽特口味来讲，我觉得还是那种经典意式薄皮带有 Q 劲的会更好吃一点。好的，各位，总结言呢，咔嚓罗马披萨个人会更推荐他们家这种比较新奇的口味，像是有明太子洋芋啊、黑松露火腿这种，吃起来真的跟你以往吃到的披萨很不一样，我觉得都算是相对比较清爽，那种负担感比较低一点的，推荐大家有机会可以试一下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就前往下站。好的，各位观众朋友，下午茶时间，来吃一下位在三明区热河街上面非常夯的一间上海生煎包专卖店。我是平日下午四点去排队的人也还是蛮多的哈，而且它在 Google 的评价上面非常的高。那我点的呢就是一份中的上海生煎包，总共有八颗。我刚才在现场看，好像是用这种油煎法的感觉吧，底部煎的微微焦脆，然后表层呢还要撒上一点黑芝麻，那当然呢还要再配上一碗油豆腐细粉，应该是上海在地的一些小吃吧。那里面呢就是有油豆腐、豆腐卷，还有我们的细粉本人。好的，各位，那我们现在就直接开吃。首先就来单吃一颗原味煎包不沾酱，他们也是有附这个豆瓣酱给你的，感受一下。OK， 各位，一口下去能够充分理解为什么平日下午也是要排队。里面汤汁的量应该是我吃过最丰富的煎包。虽然说我觉得如果你是外带的话，底部的那种脆度就没办法到现场那么的突出啦，所以吃起来更多是它表层这种皮 Q， 底部的一点微脆，但中心的肉汁实在是有点小浮夸。然后味道吃起来就是这种经典款嘛，猪肉馅搭配青葱的香气。我们下一颗撸点豆瓣试一下。个人觉得外带已经算蛮好吃的，但现场吃口感那种层次感一定会更加丰富，但很可惜他们现在是只有外带为主。不过它的汤汁主要来源应该是它里面那些提冻吧，就像小笼汤包一样，下的够多，入口那种惊喜冲击感就越高，我觉得可以算是啊，稍微排一下你吃入口中不会感到错的类型。我应该多点几份当宵夜处理的，一个人单吃八个太过于容易，就很像功夫熊猫吃那种小包子的感觉，一颗接一颗。等我先把这盘包子吃完，再处理我们的细粉。好，那我们来试一下的油豆腐配上细粉，看就知道它的存在就是为了衬托煎包的肉香嘛，让你起到一个洗嘴清新的作用。喝起来就是一碗清爽的汤，对。不过它里面的豆腐卷还蛮酷的，感觉是这种豆腐皮，然后包着猪肉馅，所以吃起来不会说到特别 Q， 就是扎实中带点嫩的口感。OK， 各位，总结言呢，位在三明区的上海生煎汤包，光论它里面汤汁的量，绝对是我吃过最多的汤包。而且除此之外呢，还会带有一点口感上的差异，底层的脆，上层的 Q， 个人呢蛮喜欢的。好了，各位，来到饭店呢也是要去习惯，我们休息一下，晚餐见。
好的，各位观众朋友，晚餐时间我们来一点不太一样的。这一家叫做 Hotbox BBQ， 高雄在地的一间美式烧烤专卖店。个人真的是想吃这一家非常久，我最早是看痛风老陶的影片才知道这一家。那我点的当然就是他们家的招牌美式烧烤的灵魂烟熏牛胸肉，超久没吃牛胸肉，非常怀念。那我今天买的是250克的肉量，你可以感受到很浓郁的熏香，还有它表层那种黑胡椒的香气。那当然呢，还有这种非常漂亮的烟熏红圈。另外呢，我还有点了一份150克的手撕猪，表层还有淋上满满的烤肉酱，再配上他们家自制的腌洋葱。好的，各位，那我们现在就直接开吃。那我们首先就来试一下它的手撕猪，光用夹的就感觉它质地非常的绵密，感受一下。容许我再来一块吃。第一个感觉就是，虽然说小小一盒，满足感真的超强。入口最先是那种烤肉酱酸甜感，但是又不会说过头，你还是可以吃到很明显它手撕猪原有的香气。整体入口那真的就是熏香带一点酸甜感。我们配上它旁边的腌洋葱来试一下，腌的那是真的漂亮，100%解腻神器，酸香十足，还有那种洋葱的甜味。吃完一口肉，配上一点水。不是很大的组合，我的啤酒啊忘记买，我们再来一口，剩下一点当做宵夜处理。好的，那我们接下来试一下今晚的重头戏——烟熏牛胸肉。其实台湾在卖这种烟熏牛胸肉的店家真的超级少，而且感觉他们家切的算是比较厚一条的，可见老板对于它的嫩度是很有信心。我说一下啊，这一口有点大啊 ，OK 的。跟我印象中在 Bogus Smokehouse 吃到牛胸肉差不多，主要是吃一种熏香跟表层那种黑胡椒的味道结合在一起的感觉。不过他们家这个腌洋葱真的还蛮强的，配什么都很搭。跟前几块相比呢，这一块中心就是这种带筋还有油脂的部分，口感吃起来就会软嫩非常多。我们再来一口油脂比较多的部分，配上满满的腌洋葱。不用筷子吃牛胸肉真的是有点小诡异。好的，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高雄三明区一日美食图。刚好这一集大部分都还是只能外带的店家啊。不过今天个人心里最喜欢的一家，100%还是我们的早餐鸭肉盒。看似非常简单淳朴的组合，笋丝还有鸭肉丁，爬起来真的超级的香。好的，那就这样啦，我一样会把店家的详细资讯留在影片下方的说明栏。感谢各位的收看，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